就是在刚开季的时候，我自己就是因为刚上职业，然后自己的表现高低起伏都蛮大的，所以就会渐渐对自己有点失去信心。那我觉得我很感谢球团的大家，因为其实不管是教练给我上场的机会，或是学长们认为我是就是有能力的，所以他们愿意教导他们所学到的经验。那我觉得这都是对我来说都是很棒的养分。那我也就是不想辜负这一切。李星宽欧洲不进来。防震没出手，回给到林星宽，四十度角外线，欢迎李杰的林星宽，一己之力就让球队领先来到14分。我觉得现在表现好也是因为教练的信任嘛。其实我在可能做不好事的时候，大家都是以鼓励的方式在对待我，所以我觉得在这支团队真的很感动，才有办法就是一直一直的进步。这一次林星宽换到了另外一阵底角埋伏，他甚至助攻。林星宽再一次，他甚至一次助攻，这个球传得非常的好，对射手来讲最喜欢接球的一个位置。今天算是你本土 MVP 的代表，来跟大家新年拜一下，这个说一些吉祥话。祝大家龙年一龙龙来啦！耶、yeah, ！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星宽。就好过两杯。Winning before Chinese New Year。拜拜。